16岁就开始做学徒，跟我爷爷跟我爸爸学。从洋铜史开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学，啊，挑选上等铜师，还有那个高度的白锡，用从铜水来刮毛，你又打什么锣，你又刮什么。如果游神赛会没有锣鼓的时候，这游神赛会的气氛呢太单一了，所以一定要配上这个潮州大锣鼓。潮州大锣鼓呢，在各个乡村里面很普及，从小孩从娃娃抓起，他就懂得潮州大锣鼓的形式。东南亚国家，新加坡啊，泰国啊，马来西亚啊，还有那个台湾地区啊，啊，还有印尼啊，这边全世界有我们华人的地方，聚我们黄潮社的陀螺。